我超推这一款，因为它这个水洗颜色非常符合今年秋冬的那个水洗复古的风格。啊，没办法，我不管了，我不逗号了。对，而且它的颜色是故意做那种，你很像从泥土里面滚完，就是匍匐前进完，然后上岸的那种感觉，沾了一些泥巴。对，这个颜色真的很酷，就那种红色的，对，然后感。然后后面呢是做一半的开叉，然后它 PP 这里还故意做那种放点睛的那个船。提臀感，然后跟这里也是这样子，两个比较长一点的双色，但它的版型是故意做垮一些的，所以我觉得拿正常尺寸，平常穿的尺寸就可以了，因为它就会这样子，长度很够，很漂亮，好，换几集，后面有开叉，有的，后面有开叉，所以我觉得行走之间那个，因为之前都是一些就是刷白的啊，对，是蓝色啊，深蓝色、浅蓝色的，对，然后黄色、绿色这种很少哎，这种很少拿这种，而且它还搭这种深蓝色的那个牛仔皮，比较少见的，宽宽垮垮的，很好看哎、欸，这种长裙真的很好搭哦。而且完完全全，我刚刚一轮搭过来啊，你深咖、浅咖，然后或这种大地色系啊，完完全全都很好搭，很好看。然后这种简单的黑白灰也是可以的，所以非常好入手。然后这个牛仔啊不会重，不会重。对我之前就我买过很多，就是分量感比较重的牛仔裙，就是穿不住哎、欸，比较重一些，然后你走一天哦会累哦，真的会累。这款还好，它的牛仔裙太重好累，它不是很重的那一种，对。但是也不会到特别轻哦哈，不是刷刷的那种轻哦，对。它还是有一个垂坠的，然后我觉得很修饰，很修饰，它不是很重，对，对，它这边好像感觉就做一点点宽，它不是直通通的，还有一点点弧度的，所以如果你就是屁股比较有肉的话，这个裙子是 OK 的，好看，对，时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。